你干嘛这样？啊，这个他喷的辣椒水，这个小朋友，你喷他们干嘛？冲动干嘛？被告上来。是他在睡觉还是什么？我是打电话跟社长讲，可是他们就是管到后面也都没在管。我知道我真的太冲动，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已经太冲动。等你等我讲完，因为我真的是每天都这样在吵，所以我知道我是太冲动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会跟他们道歉。社区女住户感觉小朋友嬉闹声音太吵，外出劝导一时情绪激动，以随身携带的防狼喷雾喷洒小朋友。民警获报立即前往现场，将该女住户带回。本分局已受理家长提出伤害告诉，并依规定向权责机关做儿童少年保护通报。